来绕到他的屁股后面、先把他的衣服换一下。我现在是服务员了啊，这个人好像没死啊，扭断他的脖子，咔嚓，专业了，专业杀手。哎，这个时候没有关系，这个就叫专业。快跑，我被发现了，暴露了，帮帮我！我的未来开车规划，我驾照考得怎么样？挺好啊，我都开飞起来了。教练都说不要啊，不要，你不要开那么快啊，不要，我害怕。跟我说害怕，他越说不要，我就觉得他越是要。你好坏哟、而且我学了车之后就打算买那个什么，买那个兰博基尼 SVG， 其他我都不考虑，就买兰博基尼 SVG。然后我就做网约，哎，可以啊。然后我买了之后，然后开着直播去做网约车 ，OK？ 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然后没事的时候我就玩玩游戏，玩完了之后凌晨出马，我这是凌晨啊，凌晨，十二点之后来开个两个小时的网约车，哎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可以，很好，我一定给你个五星好评，瞎搞。我这把好好配合队友，一定赢。我叫地主，我抢地主，超级加倍。啊！我感觉这个人牌应该很好，他竟然敢超级加倍，顺子！哇，太好了，我感觉队友马上要赢了。得看修养刚才了，注意些。看，王炸 ，nice！ 啊！他是地主吗？是地主。啊！我一直不打他，因为我以为他是队友啊。你这样队友，真的不需要对手吗？瞎搞。来配方的修一下啊，购买升级模板，升级飞船，扩大容量，应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操！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后面还没修好，技术还没修，他妈的修了一半，操！那行吧，那接下来修理的任务就交给阿蛋了。阿蛋，你看一下啊，搞个录音，有色金属300个，卷线器5个，黄铜矿125，磷125，金属电镀3个。房屋是3个，然后活性铜175个 ，OK， 明天上缴啊！我给你买个新的吧。瞎搞！我时刻注意你们的战绩啊，你们给我注意点啊，注意点啊，不要演啊！这个 BETESXL， 你在挂机啊？我刚才就看着你在这里啊，你是不是在挂机？我上个厕所，你还在这挂机的话，我就把你踢了。1 hour later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 Tomorrow。好来了啊！哎呀，还是赢了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的嘞？瞎搞！哦，他说的女士之夜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女士之夜呢？2楼酒吧呢？里面全女孩子，没有男的，全女孩子。我在想，要不要冲一波？我以为的女士之夜，实际上的女士之夜。我说话能听到是吧？我操！我感觉没有人啊，中计了！我操，全他妈男的！我先溜了！我操，全他妈男的！瞎搞！这谁啊？这鸡是谁啊？鸡叫什么、这个鸡愿意给我们吃吗？他说愿意。你知道你看他叫的多欢喜哦，你愿意给我们吃的话你就连叫3下啊，我们就吃你好不好？好。这位水友别喝水了，如果不愿意的话就倒立。然后他说他做不到。哎，不会的，不会吃水友的。哎呀，怎么会吃水友呢？是不是我怎么能干那种事情呢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，给我咬一口。哎呀，趁热趁热。瞎搞。